是你呀、啊！闭嘴！或许这样我还能多忍耐你一会儿。十秒，倒数。重要的抉择，冰冷刺骨，就这样办吧。燃烧吧！像戒狱，我们重新设计了特里弗拉夫保卫者，准备进行实战测试。接招吧！就听你的。特里格拉夫的。没时间闲聊，占领终端平台，操作防御机器人。这个世界的生命都将灭亡。
王也打不了我。终端平台很快就会启动。注意
冰冷刺骨。只要有他的力量，我们就能战无不胜。这只是计划。之魂永生不灭，没问题。正好，有没有人想占领这座佣兵营地？没问题。我正在启动终端状态。灭亡吧，接招吧。正好，给我除掉这个英雄。启动保卫者，重要的抉择。听起来很合理。需要
协助。为了天谴军团，浩然军要死被摧毁了，连杀军界的生命都将灭亡。让我看看你们的厉害吧，英雄。保卫者正等着你们。必须有人操控保卫者的武器，你们才能发挥他的威力。占领这个遵从暗影的意志，这只是想占领这座幽冥营，新的争端平台马上就会启动。就能操控保卫者。
这是我的荣幸。遵从暗影的意志。冻结你的每一滴血。开灯万年。听从我的命令吧。我需要帮忙。准备就绪，操纵保卫者，打赢这场战斗吧。邪恶之魂永生不灭。只是计划中的一环。
端平台启动，快点占领终端平台。先撤退了，我们失去了一座要塞。没问题，将他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吧。